那六点钟，老地方见。嗯，一会儿见。还不快去打扮！哎呀，姐。胡董，段鹏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哼，好。村长，对，是我。好长时间没去看您了，怎么样？什么事儿啊？玉儿，玉儿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我该不该去北京找他呢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不会去北京找他呢？